根本就可以去做美术了，你不觉得吗？不觉得我这个排版弄得很好吗？来，新的区，十一区。辉哥，你充值月卡，干，我才刚开这个游戏你就充值，你也太快了吧！哇，感觉好好玩。这个是三国背景的游戏，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有广告啊？什么关羽对于前面的那个战斗怎么样？他上去就被小兵干歪了嘛？就是这个无双兵团，就凭你们这些乌合之众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！呀，我太大声了，我要调小点。小点，青龙偃月刀，哦，一般手游一开始都会先给你看一下他们后期长什么样子。这关就是四星的关羽，因为你要攻上，我直接出月卡，靠腰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叫做那个无双兵团哦，大家可以去那个抓个那个，哎，中间玩哥有贴这个网址哦，这个是他的下载的网址。这是什么？这只倚天神剑，会拿倚天剑的应该是夏侯，不对，他们是那个，这应该是赵云吧？我觉得，哇，好猛哦！张角变身，拿错剧本了吧？少侠来了，玄德别怕，让我来搞定他。哇，骑马的，这该不是我吧？哇，会拿倚天剑的应该是夏侯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怎么回事？先把它取消。厂商看这边，少年勇猛双拳，可与我同榻而眠，共商大事，能与玄德共事，乃三生有幸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进入这游戏了。好，一开始就叫他哦，他是什么？我上次玩那个从新手开始玩哦，然后我在十一服，你们要一起玩吗？可以来十一服哦，有下载的。哦哟，靠，已经有了。键盘痴汉哥，辉哥看这边，靠腰。好，点将台，我现在抽。一开始会先让我们先抽一个爽的。我这游戏有稍微看了一下，听说这个华佗是一开始必带的。先来招一只。哎呦，是什么？木牛流马。木牛流马，黄月英，诸葛亮的老婆黄月英。外面还有个武将在等着您呢。哦，这个是比较好的，名将召唤。这是诸葛亮吗？卧龙出山，出山啦！我还不来帮你下载一个，一开始只会有黄月英子。好，反正我一开始已经得到黄月英跟诸葛亮，我上来打副本哦。他这个副本其实蛮有趣的，你看他是以这种地图的感觉哦。那我们一开始要先从冀州开始打，冀州的话其实就是那个洛阳那个地方了。冀州，我先从冀州开始打，河内。哎，他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不对哦，他这个冀州看起来怎么那么像是那个袁绍那边啊？河内，等一下，我这个地理，哎，真的哎，他这个冀州是袁绍那边哎，不管，我先打河内。第一关是张角，要平定黄巾之乱。来，讲解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。来，首先你要把你的武将派上去哦。但有使令。他这个游戏啊，他有分武将。跟兵团，然后他那个兵啊是可以提升的，所以他广告才会说什么他的那个兵啊小兵啊可以把武将打死啊，就是因为他的兵是可以提升的。哦，那我们一开始武将只有三个，所以他最多只能派五个啊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只能三个，就只有三个放上去了。这是我主角嘛，刚刚抽到的诸葛亮跟黄月英。好，那我们兵团一开始就只有步兵，所以我们就放上去了。好，那我等更细的东西晚点再讲，我们就先这样打。哦，可以放两个步兵。好。让我来终结这乱世。Go go go go！ 第一关，这是谁？张角是不是 ？Hold on！ 竟然敢到冀州来送死，反派的台词都这样老套吗？好，上了上了上了上！好来，兵有够烂的，兵很猛哦。A87， 我跟你讲，你刚开始玩当然会觉得兵烂了。好，他等技能调满的时候就给他技能。野火燎原。拿到一点装备了，这个貂蝉可以抓回去吗？他这个能量级还蛮快的。他这个技能是这样，木牛流马，好猛！好，第一关很简单哦，
哇，石井，感谢 host。哇，石井。哇，石井，感谢你 host。感谢石井，还有哈新喵 host。哈木新喵。哈木新 host。还有谁 host？ 我看一下。还有 BB， 感谢 BB host。好，来来，继续继续，等两等两等了。好，然后我们，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打完第一关了嘛？那我们刚不是有拿了点装备吗？我不行，我现在在新手教学生。好，那我先打第二关，关羽。这个看起来很帅哦，他旁边那是黄忠吧？来，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新的兵团，所以我们一样用一样的阵容，就是两个步兵。哦，到时候这个步兵还可以改成防御形态跟进攻形态，那个晚点再打。我们先打第二关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关羽，这是黄忠吧？明明就是口哈木星口喵口喵。下载好好登录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登录啊，玩一下，我们来十一服嘛。野火燎原啊，我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，我还没用工伤之力对。没关系，我是要跟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一开始都是一样的。野火燎原，好，屌虐了，前两关都屌虐了。然后我刚要讲个东西，来不及，我把它按掉了。好，是个输出，那可以看你的输出伤害。你看哦，我的武将输出伤害跟小兵输出伤害都有，小兵输出伤害有1510，所以小兵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啊，还有他这个小兵派上去啊，他不是每一次打完就重置哦，他的兵是会不见的。你看，我先看一下我的武将，这样我杀到什么？哦，这是我本人的，抱歉，我本人这也太帅了，我本人。然后兵营，你看、哦、我刚刚不是有得到这个步兵吗？这个步兵它是可以升级的，你看它有两种属性，它可以变成是那种战斗属性，对，跟防御属性。哦，他这个步兵他是说初级跟防御啦，那我现在是开攻击初级，那他后期的话你也可以把他，譬如说你后面可能有放弓箭手还是什么的，你要保护后排，你就可以把他变成是那种防御属性的。对，那我这前面先不用改。哎、欸，我想升级他不让我升，哎、欸，是他可能还没有到可以升级的那个年纪。好，先把他征兵征到最满，有征吗？征一下。好，是他重点来了，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出资哦。充值是这个吗？不是，应该不是这个，我看一下、哦。系统设置，输入兑换码啊！对，我要用兑换码，因为我是工商之力。等一下，这样工兑换码不就被你们看光了？让我黑屏一下，一下下就好。嘿，好。成功兑换2590工商之力，2590元宝好多、哦。好，总而言之是2590元宝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工商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看我这边，我在这里、哦，刻完再选择一次就好了。辉哥看这边，明早问问我们会长。好，我先抽一下十连抽好了，是这个吗？神，我不能招神将、欸，因为我不是 VIP， 没关系，是我出资 VIP 开启神将充值。好、哦，晚点再除啊！我存了，我刚拿到22560的话，等于是除了多少？30美是不是？1000块，哇，1000块！结果那个什么九妹她没有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哎呀，九妹一定是有得罪了什么人啊、哦？不说了，来我来招十次哦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抽可以抽什么？成功招募你获得，哎呦这个。你们觉得这是谁？我来猜一下好不好？我觉得周瑜吗？或是陆逊？你们猜这个谁？你们猜这个是谁？我是没看过啦。我觉得应该是陆逊，我猜是陆逊。郭嘉、周瑜、司马懿、周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、喔。哇，郭嘉！哇，谁那么厉害？等下，猜郭嘉谁 ？A87。哇，会玩。来下一个，我们应该还可以抽到一个。哦，那这谁？这个
我觉得他拿弓箭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艾希吧，不是艾希是女的，他这个应该是李典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猜测哦，李典，夏侯渊，哎，看夏侯渊有可能。黄忠，我觉得不是不可能，黄忠太年轻了。夏侯渊有可能哦，我觉得要么李典，要么夏侯渊，但是夏侯渊我觉得更有可能。战神之力，哇！敢会猜，好，敢会猜，夏侯渊，我们还有机会抽到吗？好，没办法，我们已经抽完十抽，所以我们是要得到的是三星的郭嘉跟二星的夏侯渊。等一下，他可以干嘛？三星的郭嘉，下雪啦！哇，他是四法师就对了。霜寒九州，主攻冰贵神速。好，这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都抽到我再用它吧。它的技能是什么？霜寒九州可以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少量的法术伤害，并减缓敌人的移动速度。所以它是冰冻别人的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要搭配那种感觉，就是要风筝人家的感觉。感觉配那个什么弓箭手应该蛮有用。那这个夏侯渊干嘛的？战神之力，像战神所一样，能对超远距离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并减速。哇，这也是一个远程的。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可以用哦。黄月英，哼 ，Bemotion， 好玩哦 ，Bemotion， 你也来装个。Bemotion 是不知道几等了，这个是这也是法师哎。我觉得我应该是要有一个坦，然后要有治疗。这是诸葛亮干嘛？召唤三次斩，在范围内造成法术伤害。以战力来说的话，我觉得黄月英就不要用了，他等级比较，他才一星而已，我们要用强一点。对，我们都用工伤之力，应该是要强一点。领奖励啦！哇，直接升三等，怎么回事？哇，太快了吧！直接升三等了。好，应该可以提升强化一下。我先强化主角哦，一般游戏主角都最强的。绝对，他绝对是最强，我们不用思考。你要煮面啊？好吧，好啊。主攻经验可以消耗体力获得哦，所以主攻不能是。那我要加那个，我加这个郭嘉好三星的。哇！哎、欸，等等，我玩错了，我是不是很浪费啊？加一千五是不是很浪费啊？看，我把全部的东西全部一口气全部加到这一个，才加到这样，完了，我觉得我超浪费了。没关系，我是他郭嘉绝对最猛。好，那我们下一场。看，好浪费哦！我觉得我好像一口气花了太一个补很多经验值的东西给一个。没关系。哎呀，还行啦，早点这样子才可以早点练上去嘛，对，别担心。很浪费，这谁啊？李典是不是？我刚没有看到。我看有了，我们等下可以打完，又看一下他们的那个输出数据。说到不知道要干嘛的，给一个不是女角都是浪费，真的哎。WIJ 讲到重点了，所以应该练一下女角哦。这女角就是我黄月晕欸，我这运气是不好啊，没有抽到女角。可是我记得那个你顺的打下去，你的武将会自己，哎呦有来一大波的工兵兵团，愿归顺主公，向犬马之道。这是工兵，攻击附带神圣伤害。好，我们来换一下兵种好了。我们兵营应该可以提升的吧？看一下、喔。不行，还不能升级征兵。你看，我刚刚不是有出战吗？我的兵就少一点，他不是200，因为他刚刚在路上在打的时候有被那个敌军消耗掉一点。你那个死掉是真的会死掉的哦，所以你的兵啊能够尽量不死的话，就可以让你的那个就是钱花少一点，所以这也是蛮重要。来，骑向新加入的工兵出战吧，我先把这按下来，那我就可以把我的工兵弄上去。哎，我来试一下好不好？两工兵，然后让主攻一个人上去坦会怎么样？不知道会不会死掉，试一下。哦，这样子会比较强吗？我没有试过。哇，全部都远程的、欸，但是好像需要坦克。哇，我的兵，黄云红快挂！哇，这样我比较猛吗？这样不知道有没有比较猛、欸？
那我觉得这样绝对没有比较强。我主角快死了。霜寒九州。霜寒九州。应该是不错。不正失败。这游戏不是闹着玩的，真的啊。好，他在干嘛？他要我去升级的装备武器。好，把装一装。装完以后应该就可以突破。突破以后我看一下哦，现在是。三国带我飞。哦，生命力跟战斗力都提升了。新的技能一枪断魂。那这样，哎，哦，有，我现在可以升技能了。一枪断魂，哦，还不能升哦。那晚点再来，大三应该还在教学，没办法升级。来升我的郭嘉。哎，你们知道郭嘉怎么死的吗？我之前好像有跟你们讨论过这件事情。郭嘉身体很不好，我还是用正常的配兵好，用这种步兵。对，步兵加这个加弓箭手，这样比较好打。威哥厨子不是还要给赵宇吗？可是我那种不算厨子，哎，我那个是工商之力，不太一样。工商之力不是厨子。然后你们大概打到第一关结束可以拿到貂蝉了，因为我自己在那个九服玩的时候啊，我有拿到貂蝉，所以应该后面顺打就会拿到很多武将。来讲解一下郭嘉怎么死的，来，我跟你们讲哦。没错，病死的，他是因为玩太大，身体太虚弱，对，玩太大，身体虚弱，所以就受不了，就死翘翘了。你知道那叫什么吗？纵欲过度，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所以身体不好。登录第二天就有貂蝉，等等，我去看一下哦。签到。哦，然后要记得签到。对，第三天是什么？女盟，先签到。银币抽奖券。然后我看我还有什么要按的，签到邮件。哦，粉丝团冲赞活动，哇！将军们，因为粉丝团冲点赞的加了4000哦，所以我们可以获得残额赠送的100元宝吕蒙降魂。所以说那个管理那个无双兵团粉丝团的应该是个妹子。你们可以找一些理由去跟他，哎呦，长这样子哦，这个就是我们无双兵团的那个 Facebook 的客服的妹子长的样子，认真。7天主职，第一天，哎，第二天，哦，厨职连续，哦，这是厨天连续厨职是吧？连续厨职第二天就有貂蝉了，可是那个貂蝉其实你顺打好像就有了，我印象中。开服厨职，哦，这个厨职可以得到什么？赵云哦。看一下，看一眼，赵云，首充，哦，首充也可以得到赵云。诸葛理财什么？购买600，不行，我就买这一定亏了。7天福利，限时抢购。我记得好像有商店哎，欸，但是我现在等级太低，还没有办法去商店。我先顺的打那个过关吧。你这样排，等一下这个可以抽。贾诩。来，我们继续打副本哦。冀州，先把冀州打完。董卓，这是谁啊？华雄、董卓、牛辅、贾诩，这你们都认识啊？哎，不是啊，为什么黄忠会跟董卓一起啊？我想其他我都有接办法接受，黄忠跟他不同队的吧？而且他等级还特别高，是这样。照片都马骗人的，真的啦！我跟你讲，那是那个我们那个客服的 Q 版哦。不信你去问他，你直接写，哎，写信。到那个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直接下载这个游戏《无双兵团》。对，我们不是有那个网址吗？你直接去下载，下载完后，对，上去那个游戏里面问他说：“哎，欸，那个照片、那个图案是不是就是你？”哦，无双兵团。只有雪糕是真的，其他都不行，真的没胡乱。其实我觉得多了郭嘉，感觉好像没有真的差很多。
因为这主要还是看那个兵啊。而且我觉得这句话我讲太早，我等一下下一场打完以后，我看一下那个兵那个士兵的伤害，再来看看。野火燎原，旋转长枪激情火圈，射后不理，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巨大的物理伤害。感觉这比较猛哎、欸。技能点会随时间自动回复。哎、欸，那所以我也可以点这些的哦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看懂了。因为我刚刚有突破，所以我是要多了第二个技能。可是我钱有多少啊？我剩多少？5375，哇，钱好少、哦。这样感觉一下钱就用完了。哦，对，你看这边可以升级了，我可以把我的那个升级。嘿，哇，小兵八等。对，但是他不能超过你的主角等级啊。升级，好，你看我是他这个也升级了，对。我等一下来看一下我们打起来的感觉。还有成就，要没钱了，没钱了，我剩1300哎，我看这钱有点难赚啊。这也剩一下了，这一开始应该都很好的，怎么有东西在飞？走开！全部都升一下，卧龙初三，这个我等下就不要用了，换不升它。成就，这嘛，主攻达到加八级，这嘛，这什么东西？蓝玉冰魂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冰魂这种东西蛮重要的哦。可是我看一下怎么用啊？冰魂背包，冰魂。冰种初阶进阶材料可获得10点冰种进阶材料哦，我好像有点懂哎，学修可以60的5天，让孔子教你做人啊，所以我这个地方可以升级，对，哦，主攻的不行，武将的可以，来这个诸葛亮的。10等。他怎么可以升那么高啊？升到11等了。然后我好像可以穿装备。好，应该没有东西了。好，我已经最大化了，来吧 ，Go！ 打个男皮。陈远志、管和，这是念亥吗？管亥、貂蝉、测试师长是怎样 ？BOSS 诸葛亮。这不合理吧？我才是诸葛亮吧？论语为什么是加武将经验？我觉得蛮合理的、啊。哎，不，我用模拟器玩的，对，我用电脑的模拟器。我那时候你们那个载点啊，我不是有给一个载点吗？里面就有一个 APK 档啊。APK 档的话就是电脑版的。这个游戏没有分那个安卓跟那个 iOS， 他们的那个是相通的，是吗？应该是相通的，应该是相通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伤害，占领三星无英雄阵亡，且有士兵活着。看一下哦，数据。怎么样？这是我的弓箭手吧，是吗？你看有差吧？我主角打7730，但是因为他升很高，这合理，对。那其他这些小废物打很少，合理，对。你看，但是我的弓箭手打了3954，哎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绝对，你看这是弓兵的伤害比这些武将高多、哦，所以这个真的有差。这样我觉得我可以换一下我的阵容，我想到我觉得更好的换法。好，是要打这里。又可以升级夏侯渊，好，夏侯渊这样，孙尚香、张飞，哇，这更扯，张飞跟孙尚香跟夏侯渊这有什么屁关系啊？好，哇，好香哦，哈子的煮泡面超好吃的，来，我来试。我们来试试看全弓箭手看看好了。
一人战队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样超痛了，我一定要把他秒光了，真的。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他这个？他哦，他怎么到后面了？哇，在干什么？哇哇，好痛哦！哎，不行啊，这样玩不行啊，这样玩会死啊。哎，我说真的，这游戏应该抽很多女角哎、欸。你看那女生被打会有声音。我再看一下数据啊，这样看有没有比较好。二三，哇，你看弓箭手打了6700，太神了、啊。工伤很怒是这样。哎，好，下来。哇、哦，他死掉了，巨鹿。啊，没办法，我跟你讲，我身为一个三国迷，对不对？哇，这就合理了，你知道吗？夏侯惇配荀彧，然后甄姬，对，这三个都是那个魏国的大将，对。然后加上虎豹骑，你知道有虎豹骑就表示这绝对是专业的。虎豹骑是那个曹操的禁卫军，虎豹骑。会有虎豹骑进来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专业的三国游戏。我要换了，这放弓箭手真的太戳。哎，这样我觉得我的士兵可以换成那个，换成那种。硬邦邦那种，看一下、喔、步兵，嘿，把它换成这个防御形态好了，来防御形态，物防，哇，你看换防御形态啊，可以升级吗？升一下，啊，不能升级，不行，等级太低了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主角还没升级啊？主角升级升好慢啊，还在8等呢、欸，为什么？消耗体力哦，主角的经验只要靠消耗体力获得，所以我把体力消耗它才会加那个等级 ，OK。哇，那这样的话，你们赶快把那个体力消耗还蛮重要的哦。那个主角的等级是要你把这个右上角这边不是有个包子吗？就是你的体力，你要把体力耗完，你的主角等级才提升。这是什么？哇，我得到张飞了！哇，张飞！决一死战！看这张飞太猛了吧！他刚那个鹤有没有想到那个什么？那时候在那个长坂坡的时候，对，张飞不是一个人站在那个桥上吗？叫他们大喝一声，说你们敢打的就过来，对。然后每个赶过去，因为那个桥只有一个人可以通过，他就把所有通过的人都打倒了。然后他们就很害怕。后来张飞他觉得他们都撤退了嘛，他就把那个桥拆了。后来他就回去了。结果诸葛亮说，如果你不把桥拆了，对，对方会以为有埋伏。结果你把桥拆了，对方就知道哦，原来你是在骗人的、哦。结果那个曹军就赶快把那个桥搭起来，又追过去杀那个刘备军。好，哎、欸，一二三，他是三星，那我应该把张飞弄上来，看一下他有没有经验值，把他加一下。叮叮，板波斯吼，好来吧 ，Go， 继续。我打哪？这里。夏侯惇这关看起来蛮猛的、哦，我换一下好，我把，可是我觉得要黄月英哎，不然都没有女生的声音。但有使令，万死但有使令，但有使令，不行，我觉得我还是要选强的，把这换掉，换这个坦克来。张飞干岳飞什么东西啊？以前那三国不是各种奇怪的防民吗？他跟主角是不辞职最好的前排，你说张飞吗？哇 ，A 八七，你已经开始研究这款游戏了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补起来了？就忘技能了。感谢 Alan 有拿到签名，感觉很高兴。哎、有 Alan 有，我有签名给你，谢谢 Alan 哥，那个石井帮你拿了一个签名。噔噔噔噔，巨鹿是谁？袁绍、贾诩、管亥、测试、周瑜，哎呦，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组合哦。袁绍配周瑜，还有贾诩。怎么升级技能哦？因为脑膜炎，你要把你的那个，你要把你的关卡过到大概第四关还是第五关以后，他会自己跳出来说你可以升级了。你上还太前面。然后后面一点才能升，我刚刚有遇到这个问题。
那我觉得这技能啊，要按暂按时放这个技能还蛮重要啊。那当然，你到后面某我相信这一定某些情况下你需要靠他的技能控场的，一定是的。野火燎原。哎呦，等一下妹妹来了。所有武将的等级不可以超过主角等级，对。那你主角的等级要怎么增加？你就要消耗那个包子，就是体力。所以你按时间把体力消耗完，你主角等级提升了，你的武将就可以更强。死了一只步兵，看一下数据。哇，你看弓箭手伤害真的很高。哎，我觉得我这样子比较好，这样我的步兵的伤害就会比较不会死掉，对不对？比较不会死掉，然后我就可以撑比较久。这是什么？张飞、孙尚香、黄忠。哦，而且他，你看他还有配兵哦。他们有一个是一般的弓箭手，跟那个群攻的弓箭手。给你们看一下群攻弓箭手是什么样的属性。你看这个刚刚没有介绍到，他有那种单攻的，单攻就是对单个目标射出物理重箭打100%的伤害。那群攻的话就是对范围射出魔法火箭哦。我觉得我试试看群攻的看看好了。我来试试看群攻的长什么样子啊！来，我这场用群攻的那个枪那个弓箭手来试试看。来，这个大家看会不会很猛？哇，烧很大，好猛哦！他这个吹其实蛮猛的，可以位移我的前排。哇，这超烧的。你看，把他们全部打在我觉得这样搭不错把他们打到后排，然后让火箭 A O E 好像蛮强的。哇，打好快哦，真的打很快。看一下数据，7600，7076。战斗中切换吗？所以这个弓箭是战斗中可以切换吗？好像没有烧，真的假的？是战斗中切换吗？要战斗中换，好，我真的试试看。我以为是那个，我以为是在外面换的。穿起武剑装备，武将可以突破。他们这个 BOSS 虎豹骑队长是这样。哎呀，你们说在里面换吗？真的假的？怎么换？没有啊，不能换啊。这样。所以我杀还不能换，就对，要第一关过完吗？是这样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打。有啦，通过兵临城下关卡后开启士兵指令，所以杀还不行，他后面才可以改。对，就第一张打完，难怪。我想说奇怪。感谢。战神之力。我当我拿了挑战，还是我要把它放到前排，然后让它一直被打死。舒服。好，等一下我升级一下我的那个武将。随时都要升级装备。通常主角都会是最强的，所以我应该是，而且主角又一定要上，我把主角升高一点。天下我有，这国家应该可以升级。不过，猛定而后动。他什么技能？换血术，召唤雪花攻击范围内的敌人。他完全就是这个缓速的。郭嘉、诸葛亮也可以升级，他有没有一件？他不知道有没有一件装备，好像没有。诸葛亮也可以提升。小兵可以微操吗？好像没办法，好像没有办法去手动控他往哪里走。我再试试看，应该是不行。技能，还有谁？好，都升了。我一直很想跟你们讲一个东西，他们那个，你们如果你们玩的比较快的，对不对？
它不是有，它到时候会开放商店，我上好像还没有开放。那你开放商店以后，基本上能买的东西都买，就是只要是你用钱币，就是这个左上角这个银币能买就买，因为那些东西就算你没有用到，你也可以把它换成武器的魂。当然是后面比较有用啊，现在还没有办法，我还没有办法用刚我说的那个功能，我先继续往后走，领奖励啦，哇，10万块，好多，我还不把它升级一下，2500，我可以升这个郭家，被动技能吗？借东风，哦，别慢了，好 ，Go。主角不用上场也会有经验。哎，感谢抉择的十字路，感谢你的订阅，四等干爹。登录第二天的时候会拿到貂蝉啊，对啊，貂蝉。我曹孟德生平一爱二人妻二爱猛士，我看你就很不错。所以他是觉得我要我当他人妻吗 ？Holy fuck！ 不过我不是你的菜。哇，曹操好像很猛。哎，可以换嘞！哎，真的哎！有！哇，这很关键哦，这个可以随时切换，真的有差哦。我的杀士兵在举盾了，有没有？射火箭，杀先射单体，因为都前面都是兵，都是单武将。哦，群攻。这有技术含量哎！朗月华佗听说很强，听说华佗很强，这华佗才一星哎！我真的一定要加吗？因为有玩过的都跟我讲说华佗是一定要派的，但是我是要玩了以后，我自己感觉好像不一定要哎，进阶是吗？哦。等一下，他是步兵，升级为我现在变藤甲兵，可是我不想升这个，我想升我的弓兵来，数位弓长弓。啊，我刚刚讲的东西就是这个，像你这个武器啊，你就算你如果装备不到，对你这些武器浪费了，你也可以拿来升士兵，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兵魂，哦，就可以变兵魂。我刚差点升到那个，属性好，我刚刚是升弓箭的，那我现在弓箭已经变成这样，我比较帅了这样，好。然后我刚得到一个新的华佗，华佗一定要带吗？华佗不强，只是他是唯一会补血的角色。你说前期吗？不是还有另外一只会补的吗？我记得我有查到有另外一个是不知道是大乔吗还是谁啊？我记得还有其他会补血的。正常来说，华佗跟大乔都需要。真假的？就那么强、啊？我先。看一下、喔、大乔，我看一下他什么技能。我看一下华佗什么技能。青囊术，哦，他是回复全体友军的生命。大乔，哦，就大乔嘛。啊，真的要带哦、喔，可是看起来好废哦、喔。先不要带他好了，我先不带他，看能不能过。如果卡了我再说，卡了我再换好了。哇，又好多钱了。哇，50元宝，赚！一统三国，哦，精英副本可以玩，兵营，我还没有办法拿轻骑兵跟枪兵，这之后就会有了。然后他这个升级啊，对，他如果兵营升级的话，可以让你的那个你看兵团全属性提升哦。
这应该也是之后才用的。好，武将。好，开打。精英副本，他要打精英副本是不是？精英副本第一关谁？张角。哦，这刚一模一样，只是他精英的。大家看，玩到四期，捕尸只有一只华佗。带华佗会撑比较久，所以华佗是真的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华佗打得很痛，说认真，真假？所以华佗是必备的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我要把谁换掉啊？那我不是要把什么诸葛亮或是夏侯渊换掉？上一卦，我来给大家降降温。且待我，我来给大家降降温。啊，好不想换掉，其实主角可以不用上。让我来终结这乱世。兵团，不再抽一波啊，没钱了，没有钱了。有钱我就再抽啊，没上面钱了。不然感觉那个好像蛮强的，那个什么大强。之后夏侯渊下去吗？你们就要把诸葛亮换掉还是夏侯渊啊？夏侯渊超烂，不要用，认真。都是五个吧。黄月晕将军正在商品，主公何不寻访啊？这个就是给我们赚，所以精英副本是给我们赚这个元宝的。哦，好，这边还有一个哦，就拿宝物的。我先拿普通啊。哇，妹妹你在干什么？妹妹你的毛都跑到我的面里面了。哇，这一只猫在那边甩尾。野火燎原，野火燎原啊！要出战，看到？你不要玩我的耳机，怎样？我被猫 gank。哦，我被猫弄了，走开，妹妹，走开。妹妹，你的毛都跑到空气里面了。这谁？张角用变身谎称真龙无耻。哇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、黄忠、诸葛亮，太强了吧！我是十一福，十一福，十一福，你们要玩的，我们可以到十一福。哦，连射弓都是白的，我觉得弓箭切，我觉得这个切换弓那个传弓单弓差很多哎。决一死战，战神双寒九州，双寒九州，这游戏不知道我们竞技场。哎呦，拉米豆哥又玩是不是？哇！叶辰，我们把叶辰打完再说。张角、张良、霹雳车、董卓、孙权。来，主动。腐朽的朝廷，这个装屌的，我给你十分。所以你们建议到时候把夏侯渊给换掉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他是他其实也是白色的啊，没有，那是因为我装备没有升上去。三十美啊，三十美台币，
你是放吕布、赵云、马超、张飞、华佗。哇，不愧是拉米 dog， 好猛哦！那拉米 dog， 你放这些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？吕布、赵云、马超、张飞、华佗，他们有没有什么羁绊之类的？那我们想先存个450的。怎样？我的张飞死了。等一下，这样子就没有三星了。等一下，看来有啥？西元184年，张角造反，天下大乱了。各地诸侯纷纷拥兵自重，抢占军团。然后，于是董卓就带兵进入京城，然后洛阳被废立天子了。好，我们把这边干掉了。那等一下，我要再重打一次。那边才三星哎，我试试看把。我们一开始可以拿到这个华佗嘛？我们先试个把华佗弄上去，看有没有差很多。加300，可是这样经验，他其实经验没有很高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哈，华佗。为什么刚刚不能装备，现在就可以装备？等级太低了。不过，因为那个拉米 dog 他玩到那么后面了，他还是有带华佗，表示基本上这华佗是必带的，不然不可能他玩到那么后面还在装他，所以他一定是够强，所以才会让那个拉米 dog 到很后期的时候才用，还是用他。所以这次我们应该是要特别练。我看这是什么断肠草。那这样王五要把校渊换掉吗？校渊目前战力是180，他可以干嘛？我看一下，超远距离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并减速，好像这蛮烂。那这个校诸葛亮啊，诸葛亮是造对范围敌人造成法术伤害3次，借东风。好，他还可以打断施法，断法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一把吧。只是他那个法师跟法师不知道会互相，不是法师，他们测试跟测试不知道会不会互相抢装备。成就，哦，50元宝，我没有元宝。好，该升应该都升了吧？那我们上喽。兵营，这该升应该都升了。好，我们再打一次，我们再打一次刚刚那个，陈留，不是这里，我再打刚刚那个冀州的最后一关。我们这次换了啥？我们这次换了，哎呦，挑我们这次换了那个华佗，我们来打打看，看会不会比较好。然后把校这个换上去，换这个。主公，老朽可打不了硬仗。老朽可打不了硬仗。试试看。不过他补血技能也是要手动按啊，好，我刚看一下自己的，我记得是补全体了。518，哦，张飞快挂了。他补很多吗？他大概补，看起来大概是补1/4到1/3吧，1/4到1/3的感觉。啊，这两个人 bug 是怎样？走到后面。好，你看差很多多了这个，就我只死了一个那个弓箭手差真多。这干嘛？哇，每小时会有税收，那你把这个城打下来以后，它会有税收，会给你加钱，每小时90块。哦，可以寻宝是干嘛？寻宝啊，我知道，寻宝就是那个啦，寻宝就有点像是扫荡吧，军团擂台。哦，这应该就是扫荡吧。好，那我这边已经打完了，他应该有没有什么奖励可以领的？有，这里有，完成2次寻宝任务。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升级了，升级。
将。好，继续打。好，来打下一周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不是有开着一个什么军团擂台的？呀，点将台先抽一个，这每天可以抽五次。青州军护膝。来，我来打什么军团擂台是干嘛的？为你的队伍取个名字。就叫灰三七九打抗好了，灰三七九打抗，然后在干嘛？哦，竞技场哦。等一下我看一下，那我要放我阵容啊，就这样。对对对，这就是我阵容，好，确定。那我的战力多少？我战力2904，那我打这个应该打得赢吧？蒋文台。十一，这不行，我打不赢这个。9888888，看这个屌虐，来。你猜什么？赵云，你用到五星，哇！感谢 Coco 100683，快升啦！麦当劳欢乐颂，你应该改 ID 叫麦当劳欢乐颂啊。感谢你的，感谢你的订阅。来，这应该是会赢的。哎，可以自动哎、欸，那我也没办法动了，经常自动打。竞技场他会没办法手动，是因为对方也是电脑，所以这样比较公平。我觉得他这个设计不错。噔噔噔噔噔，这可以打哎、欸，排名3200，这可以打。哎、欸，你当年不能参加 PVP 挑战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哦，10分钟后是，好，那晚点再来。怎么样？我们的客服，客服妹妹。好，我继续往下打好了。是，哎，等等，看妹妹走开。三国带我飞，三国带我飞。我要升那个华佗。来，陈留。我看一下第二关有没有比较难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武将很多也是个问题，不知道怎么摆，这就是有学问哦。他每个英雄之间会有加成，会有羁绊，就是你，比如说你放了诸葛亮，你如果有放黄月樱花，诸葛亮可能就会比较强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只要你不用上场就可以有那个 buff 的效果，你只要收集到，你上场就有那个效果。董卓那个肥宅竟然侮辱我高。居然侮辱我等高富帅！哦，野火燎原，决一死战，妖剑回春。其实真的补蛮多的。再一点点，补上一点点血，就那只主角就不会。原本说羁绊要30等才会开。OK， 我靠 ，A8 C 你还真的会玩呢、欸。你知道吗？我找那羁绊的那个位置找超久了，结果你跟我讲一下说什么30等才会开，原来如此。我想说为什么我找不到。好、哦，他说这关要善用各种兵种，不然打不赢。等一下、啊，如果不善用各种兵种，孔飞、董贼、敌手，他这有什么兵种？光快要可以得到新兵种了，这两个我们没看过。
用法术的。妙手回春，还不来玩个大冒险？可以啊，可以加，可以加，没问题。哦，牛虎，董卓是我的岳父，这条大腿够粗。嗯，大腿够粗。嗯，哇，他们骑马哎。所以他是骑兵跟枪兵，是不是？他后面这是什么、啊？卧龙双盘九州，野火燎原。但武将太少了，还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，没有办法搭配到什么。不过我觉得这技能应该是要蛮熟，就是他们，譬如说像那个张飞的那个技能，可以把对方位移，应该可以，应该有断法效果吧。残暴不能，来继续继续。我可以用新的兵种了没啊？好像没拿到新的兵种，对，还没，快，应该快了。哦，嗜血关跟渤海，嗜血关在哪？哦，这边就可以用新兵种，看我看，赶快打那边。枪兵的第二形态、哦。早知道晚一点玩就可以同一斧了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你可以再创一个，再十一斧啊。啊，我忘太早补血了。大家都蛮强。哎，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有那个自动战斗啊？这种游戏应该都有自动战斗吧？他几等之后可以自动战斗？有之前有玩过的人知道吗？居然让袁绍当了盟主。我赶快试一下他那个兵种，试水关过了后就可以看了。痛！野火燎原。对啊，赶快补血，快爆了！刚刚这样出水。像这个在移动的时候啊，我觉得那个士兵就可以拿盾，然后等到贴到了以后，然后再换成那个攻击模式就好了。小细节，但弓箭手的伤害真的蛮高的。辉哥在十一，我在十一伏，我在十一伏。哎，下载的那个、哦、下载的网址在这里，无双兵团。我刚刚玩的是无双兵团，下载网址在这里哦。那我在第四服器第十一，你们可以来跟我一起玩。张辽。其实我觉得看他们那个配兵啊，蛮有趣的。张辽跟貂蝉在一起，合理合理。张辽跟貂蝉在一起是合理的，因为那个貂蝉后来是跟吕布嘛。哎、欸欸欸，这快死了这样。妙手回春，野火燎原。野火燎原，决一死战。但目前没卡，就不要过去。大桥猪不好用。诸葛亮他是断法用的吧？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，你充值20000块的。我才刚，我只有拿到2590元宝，大概是30枚吧，1000块。
小草已经出两万了，大家跟上啊！梅花座真的会倒，真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游戏重点是调你的兵种的攻防，哎，然后英雄这边是技能到就赶快按，然后重点应该是这边的攻防。像我是要在移动，我就要改成那个坦的模式嘛，举盾走过去，然后交战的时候我就可以换进攻模式。双盘九招，我的战斗蛮忙的感觉。野火燎原，小草才花两万，我都割两个搞玩具嘛，看你也太扯了。哇，后面越打越顺了。噔噔噔噔，一大波枪兵兵团，愿归顺主公，效犬老犬马之劳。哦，哎、欸，他有特别，哎、欸，等下有了治疗武将将士们就不怕受伤是吗？大乔，哦，所以大乔也是，可他应该是不会让我们拿到。来，我把我的最后装备提升一下。枪断魂，诸葛亮不好用是吧？他的这个技能是什么？把敌人吹起来，打断敌人施法。这个是伤害型的。我看一下郭嘉跟他差在哪。郭嘉是缓人，所以我感觉郭嘉好像也没有很好用。一个是缓人，一个是沉默。诸葛亮沉默，郭嘉是缓人。那张飞，张飞是晕眩，张飞是晕眩效果，破胆一击。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张飞挺矛洞穿敌人铠甲，额外物理伤害被降低。哎，这好像不错哎，这是辅助伤害，可以破人家甲。华佗。我就是补血了。哎，为什么这边还可以按啊？我有这个经验卷轴，这样看起来我滑头应该是要升一下。嘿，嘿，滑头三等，张飞升一下，毕竟是坦克嘛。欸，他等级升上去才可以装备，有些装备是你等级要到才行的。你看我刚原本这些装备张飞不能装的，现在都可以装了。再也不怕扭到腰是这样，腰带。好，该升都升了。成就。泗水关。好，稳。怎么又可以升了？哎、欸、哦，神兵，龙骨枪，购买一件只要十个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十个钻石的龙骨枪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我有几个那个哎、欸，购买并穿上，其他人不能穿，不能买吗？这可以，我买给主角好了。哇，神兵欸，你敢信？这怎样？那我还不给我的华佗买个神兵？这一定要买啊！这东西天天都可以打，等级到了以后都可以买。妙手回春，这是每个人都可以买的哦。我懂了，他这个是打副本的时候会刷到的东西吧？就他也没有给我出现那个买商店的地方，因为我想要跟你们讲说哪些东西可以买，哪些东西不能买，就我现在不能，没关系。
哇，到时候还可以去打，所以我这边打完的话打袁绍嘛，然后公孙瓒、曹操、刘表、董卓、匈奴，哇，还有台湾欸，哇，这个游戏我跟你讲，最屌的地方就是把台湾画的他妈超级大颗了，这游戏太好玩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这台湾超大一颗？哇，不说啦，这个台湾这大小大概。这大小，这这样，这个比例是该怎么说呢？这个大小，这应该跟一个一整个那个广东一样大了吧？啊，打大船啊！我要看我的兵种，兵营哦，这个枪兵他可以干嘛？枪兵是以我凶悍的家伙，会趁敌不备时对其投掷短枪，生死看淡，提枪来战，刺激。狂暴刺激是这样，他所以他是属于战斗单位就对了，物理攻击这感觉是个战斗单位，这我们来用一次这个好，把它升级一下。哎，哦这满等了，十二等了，真的。等等等，这个好猛哦！我这一来等级就比人家高，这样。我这场换枪兵打看。兵团，来 ，go go go！ 还不换个狂暴刺激？他的兵都挤成一团了，我的 AOE 超爽了。A8G 不是说枪兵很烂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们来看数据，数据会说话。哎，枪兵打的比工兵还多哎、欸，你说他烂？他打3279哎，后面会多到用不完的。你看他伤害超高的、欸，3279。啊！先把他打完。公孙瓒，白马将军，公孙瓒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三国游戏如果有题目的，对，什么三国知识网，你们一定要知道，白马将军就是公孙瓒。烟火燎原。很多骑兵烂着，我觉得枪兵很强啊，你看他伤害超高的，可他死的也快啊，因为我开狂暴。锵锵锵！看数据，枪兵伤害真的蛮高的。哎、欸，诸葛亮伤害也蛮高的、啊，3488。确定。孟津，赶快把体力耗完。孙策、欸，我觉得还是要看对方的兵种、欸。他这榜这关是枪兵，对吧、啊？感觉他的兵种一定是跟那个我们的兵种跟他的兵种一定会有相关的。就是相克，相克问题。啊，像这个枪兵啊，我觉得一定也是到了前线以后，短兵相接的时候再把它开成狂暴模式哦。哎、欸，扣超快的、欸，这好好花钱。诸葛亮已经丢旁边了，真的假的？老魏也知道武将是很强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有放五个吗？损伤。伤不开玩笑啊！孟津打下来，我想赶快把那个，如果你都是高阶兵，我立马投降。我想把第二张打完再换游戏。Q R 扣要不要换位置？怎么他卡到吗 ？Q R 扣位置有卡到吗？还是怎样？枪兵训练就是哮喘嘛，真的，他死太快了。他毕竟跟那个步兵不一样，步兵是举盾嘛。我自己用起来也有这种感觉，他死好多，你看他剩五只了，剩三只。
WKB 什么？赵云有赵云就可以不用放赵啊，所以脑波也有厨子，所以他你知道用换赵云吗？好，有没有打完？我们今天三兄弟就要给吕布好看，可是我不是吕布。我痛！哇，这马是这样。哦，欸，会攻速也缓呢，欸。我看那个他们刘备刚被那个郭嘉缓到以后，攻速好像有变慢了。哇，真是！双寒九这样会没三星啊！我有冰死光，会没三星。胜利哦，小关没关系。欸，不行啊，这死太快了。我觉得枪兵要在某些特别的场再用欸。哦，你看，这都近战的。等等等等，我把这换成弓箭手看看啊。这关感觉就是可以那个啊，屌射一波，你知道吗？群攻，哇，好痛哦！哇，要死要死要死！学医死战！哇，超爆痛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哇，看倒了！哇！兵死不会，这武将死才扫兴。哇，我武将阵亡了，好痛哦！来，我们先往后打。不行不行，我这个没有坦阵太烂了。哎，这在被快被射到的一瞬间按防御模式会不会扣比较少啊？哎，要死啊！帮补个。妙手回春。妙手回春。哎，你好，怕死我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玩这个啊，你们要抢时间的话，就是赶快体力耗一耗，体力太重要了。体力有没有耗完，真的太重要了。升一下，我这一阵子没有按了，升级。欸，话说他那个星啊，他不是二星吗？这有办法升吗？还是说这就是他的，他这个星数就是他的那个，这是武将的能实力啊？有有看到升星，这边可以升星，没事没事，看错，没有降魂就可以升星。所以那这样的话，应该是挑那种比较好用的武将来练，因为你只要有他的那个降魂，你就可以把他升星升上去。灵影能升吗？不行。好。好，继续。最后两关，要用降魂的。叮，这个虎豹骑。哇，这个还不群攻一下，都挤成一坨了。哎，怎么有漏出来的？哇，好弄哦。星星差很多，增加升级的射子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把那个董卓给打爆。哇，诸葛亮伤害有点高。
想找自己想生的组合，或者找推荐组合，然后他会有那个啊，就是我觉得还是跟技能有关吧，还有你本身拿到哪些，就是新目前你刚刚也拿到那个新比较高的武将，肯定属性是比较好的。只不过我早就厌倦他玩物，手不作。董卓、吕布、貂蝉、张角，张角不是已经死了？来。等一下开盾，来得好快！还向迎娶何太后，果然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跟我混，让你当老二。谁要当你的老二、啊？哎，野火燎原，董卓好猛、哦。哎、欸，我弓箭手死光了、欸，太扯了吧！双盘绝招，我弓箭手死光了、欸，太扯了吧！野火燎原，这游戏小兵真的很猛。决一死战，卧龙出山。马昭跟吕布一开也太猛了。大家去世界频道，你有在那边跟我说安安是好、哦，好打完了，挥三九打抗，一马当先占领洛阳。吕布为貂蝉，为貂蝉诛董卓，反出长安。李傕、郭汜继续为获长安，马腾占据西凉。诸葛亮，东战统幽州，意欲南下，冀州危急，请主公先下手为强。所以我要去打公孙瓒，就对了。真的哎、欸，来我看一下，我现在失利这边已经打下来了，冀州，然后袁绍，哦，所以我是要去打幽州，就对了。好，所以这边应该打什么？公孙瓒、袁绍、颜良、文丑、小乔、司马懿。哎、欸。这边有个什么赤壁之战，魏国铁骑营是什么东西？说什么？赤壁之战？哇，好像很猛哎、欸！等一下，他为什么长圈有圈圈啊？老朽可打不了硬仗啊！等一下，这我打得赢吗？他看起来好强哦，是怎样？手上一层光环在那边，怎样？他们只怕物理伤害。野火燎原。哦，所以说是特殊的。哦，我懂了。他们有什么处女膜保护？敢攻杀回？蓝盾等于法术免疫是？好。哦，我可以哦，这样我就可以拿两次嘛。哦，看懂看懂，所以还是要有一些武将嘛，有些是法术伤害的，就不能打这关了。那像这个弓箭手的群攻是火，是法术伤害，这可能就没伤害，我试试看。对，法术免疫嘛。红圈是物理免疫。King King King。哦，大概了解了。军团擂台。赤壁之战。好啦，差不多啦。这个就是目前最近那个广告打蛮凶的那个无双兵团。然后其实啊，我觉得玩这个嘛，你们因为我说体力很重要，
所以你们要尽量让体力保持在，就是比如说你的最大值，像我是72，你要让你的体力保在72以下，这样你他才会自动活。你看他每，他每，你看啊、哦，他每大概五分钟会回一点体力嘛，所以说你就尽量让你的体力保在72以下，因为一开始在玩的时候，你因为会得到那个成就什么的，你吃下去他会送你体力，所以你体力都尽量就是用花快一点，然后你。尽量不要，就是不要那个走回头路，就是怎么讲啊？就是你装备能够升，能够装就先装，这样你比较不会，譬如说有出现打不过那一关的问题。啊，对啊，你们不是说你们有在频道跟我讲话？我看有工会收人吗？我看一下，哇，好多人讲话，哇，这边好多厨子 VIP 了。哇，你们讲好多话。请问董卓跟张辽强吗？有哦，灰安安，有，我看到你了。明字暗影，脑膜炎。哇，这个可以把它葬品吗？好吵，拉黑，可以拉黑他、欸。哎、欸，拉黑他的名字就不见了。哦、还没有，他字还在。这样好像还没有办法创工会，好吧，改天再玩啦、啊。我们就今天就先到这里啦、啊。所以前天那只是什么什么东西？刘老刘阿刘，嗨嗨辉哥。所以前天那只是什么？你说那瓶吗？那瓶是1886年的那个白酒。哦，有了四级，有了。哇，超多钱欸，10万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来市集，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现在有市集开放了嘛？市集要进去买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只要是银币能买的就直接买了，这种能买就直接买了。啊，靠腰。我讲错了，银币能买就直接买了，但是除了轮语这种东西不要买，因为你的经验值一定会超过你的那个。英雄本身几乎，所以说这个不要买，轮椅这个买不要买，但是轮椅以外的东西都要买。哦，就加经验值以外的东西，只要是银币能买就买。哦，像这个东西，轮椅不用，然后其他这些都要买。哦，因为轮椅这种东西它是加经验值的，那你基本上你的武将的经验值一定会超过你的主角，所以轮椅不要买，那其他都要买。声望商店，那这个声望商店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买英雄啦。建议会买英雄，那你英雄都已经没得买，你再看要不要买这些东西。你是来看货的还是来看我的？你的手指真灵活，我很喜欢。轻一点，亲爱的，你的手指真灵活，我很喜欢。这个也会讲一样的东西吗？他怎么？别按了，再按我也不会打折的。等，你看我的等级都超过我的主角，所以刚买那个轮椅其实没什么用。旁边还有什么？还有吗？没有啊，只有两个啊。哦哦哦，左转这也不要买啊，这种加经验值的都不要买。好，这个可以买。好，这种东西可以买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买这种东西，就算你买了，你没有办法装备，没关系，因为你没有办法装备的东西，你可以拿来当成那个，就是变成这个东西。冰影这边有一个冰魂，然后像比如说我的弓箭手，他这边有个进阶，有个冰魂。然后像我刚刚，比如说我买了这些装备，我用不到嘛，我全部给它弄进去哦，对我就可以把它提升起来了，所以不用怕用不到。当然不用像我现在这样，我现在只是示范给你们看，我没有真的要吃这些，很浪费。对，这很浪费。可是这样他们你看攻击又加很多，啊，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子啊。你我会推荐你，像我刚刚买那个东西啊，加武将经验值的可以不用买，但是除了
武将经验值这种以外的东西都要买。哦，这样子是，不然的话，这样才是比较好的。其实不建议这样吗？真假的？好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那个后面的武将用得到，所以我只是说，假如你那些装备就算你用不到，对不对？你之后，比如说一些很低等的装备，那你后面的武将都用不到嘛？你到时候还是可以把它，至少你都可以把它变成你的兵魂拿去用。好，那就先到这里啦。蜀国、吴国，哦，还有什么？蜀国有这些庞统啊，还有庞统，魏国什么？甄姬、荀彧，干，荀彧怎么是女的？官渡之战，原本出必败。原来是男的，抱歉。备胎，感觉不够了吗？好妹子吗？大乔，对啊，吴国。倾国倾城，倾国倾城。奴家这么美，你舍得伤害我吗？哼！奴家这么美，你舍得伤害我吗？孙尚香，我爹我哥都是高富帅，你嫉妒吗？哼！神鹰守护。哼！千娇百媚，这年头的干爹靠不住啊！这年头的干爹靠不住啊！镜花水月，看我这年头的干爹靠不住啊！好，就这样啦。好，今天玩的是武装兵团，对，那大家要下载的话，可以来这里。这里可以下载。好，那我先把它关掉了。